台湾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么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台湾问题因为内战产生以来，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一直未变，一直坚定，从来都没有改变。为了有效地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，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选项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地变换手法进行谋独挑衅，妄图分裂国家，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严重地损害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，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那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的演练，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是严正的警告外部势力停止干涉，严正的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停止挑衅。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，才能够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，才能够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。